下半身是个运动是2000年在互联网上开始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刚刚进入互联网时代，所以它当时是影响了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年轻一代的诗人啊，在2000年的时候它直接影响了整个中国出生于70年代和出生于80年代的几乎所有的年轻的诗人啊，所以它的影响当然是一直到现在啊，因为当年出生于这个70年代和80年代的诗人，现在正成为啊，正好是这个中国当代诗歌的啊这个核心的这样的连带人。而且这个从这个中国的诗歌进入新世纪啊，它同时又是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时代，所以整个中国当代诗歌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而整个这个变化的开始就是从下半身诗歌运动开始的。对中国现在年轻的诗人啊，先锋诗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因为他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文学体制啊，我觉得下半身诗歌运动是一个开始啊，他撕开了过去的那样的一层幕布啊，他把过去的文学体制撕开了，他同时也撕开了诗歌美学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口子。那么口子被撕开了之后，当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现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希望他可能越来越多的新的先锋诗人涌现出来，他可能在未来根本不记得说中国发生过一个下半身诗歌运动，但是没有关系，一代一代的诗人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就事实上就是现在对于很多我们中国现在年轻的诗人非常多，那么可能对于很多比如出生于90年代的这些更年轻的诗人，那么当年下半身所倡导的这些文学观念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个常识啊，已经不需要去大声呼喊啊，他可能就是一个写作的常识。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啊，因为中国当然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古老的文学系统啊，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白话重新进入文学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学就不可能重新获得青春，也就是中国就不可能获得现代文学，也不可能获得当代文学啊，如果不是因为白话进入了这个文学，中国的现代就没有文学。因为文学从来都是跟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那么中国的古典文学它当然是建立在非常发达的农业文明的系统上，而发源于欧美的整个的现代主义的文学当然是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那对于中国来讲，当它进入了现代社会，它就必须它的文学就必须要迈进现代文学的门槛。但是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它也是很艰难和很漫长，在现在的中国它很奇怪，可能有一部分跑在最前沿的作家或者诗人，他的思维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思维，那么还有一部分的作家和诗人他使用的还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思维，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他使用的是欧洲的古典浪漫主义这个浪漫主义文学的思维，还有一部分呢使用的是中国古典的这个农业文明的思维，还有一部分呢使用的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思维，所以它现在是个大杂烩。